Welcome to Interesting， 我是你们在呀。近两年科技发展脚步迅速，关于人工智能的消息接踵而来，比如说和柯洁对阵的 AlphaGo， 还有最强大脑中的机器人小度，这些都代表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。但我们看到的机器人都感觉是笨重的，如果有一天让机器人替你做手术，你愿意吗？老外在早前就研发了一款能够上手术台的机器人，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集多项现代高科技手段于一体的综合体。据说成功之后的使用主要在心脏外科前列腺切除术上，让外科医生可以远离手术台，操控机器进行手术，真正实现了传说中的隔空取物。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主要是由控制台和操作臂组成，手术时外科医生可坐在远离手术台的控制台前，头靠在视野框上，双眼接受来自不同摄像机的完整图像，共同合成术眼的三维立体图。医生双手控制，操作感手部动作传达到机器臂的尖端，完成手术操作，从而增加操作的精确性和平稳性。在这样的操作下，就算是一天接受好几台手术，医生也不会再因为手腕劳累引起的手抖造成手术事故，误伤患者的生命。虽然对于精准度要求高的手术机器人十分擅长，可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支付得起。机器人一台手术的花费要比普通手术贵3万到5万元，这让很多的家庭只能默默叹息。如果可以在保证机器人质量的同时可以降低一定的成本，那是更好不过了。毕竟救人是一件大事，希望这类手术机器人可以越来越先进，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治愈。欢迎走进车测评，好吃好玩有趣多些东西，我们这里通通有，没事就吃啦，快上车。